我哋試下佢哋答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嚟啊！阿顯，嚟啦，呀，嗱，中槍向後跌 ，OK， 即抽慣啦，預備，一、二、三，冇攝嘢嘅喎你，所以咪叫佢嚟。我做咗龍虎武師啊，我1999年入行嘅，咁而家都差唔多成22年啦。而家做到48啦，身邊咧教你嘅人多，唔係個個肯教嘅，你要有誠意，肯去學，佢睇得到你嘅態度咯。最主要係家樂哥叫我嘅原因係佢睇得起我咯，嚇，佢知道我做到。你落地嘅時候咧，因為如果呢個係地下嘅話咧，你好容易咁樣一撞，冚到個後腦就後腦即刻就入醫院㗎啦，就拜拜，可能唔使入醫院㗎，直去哥連神國都得㗎，有時。一、二、三，呢個好啲啲啦，不過你慢咗啦嚇，變咗。我睇你咧，你又要開始由呢啲訓練開始由頭嚟過，呢啲訓練都未做到訓練，但係你要吸收我哋之前同其他人講嗰陣時嗰啲嘢，你要知啊嘛。OK， 個重點就係唔好落手，用手拍鎖住條頸。一、二、三。好少少啦，咁但係都係唔似。OK， 打你咗。係啦，咁你仲有一樣嘢，你俾信心自己嘅。你未做之前咧，你自己好似覺得都哎呀死啦，唔知啱唔啱咧，唔知啱唔啱咧，冇信心嘅。咁你咪做得唔好咯。但係呢個你好過對上一個。咁但係我希望你再做多一次好嘛，俾自己有啲信心。啊呢、這個你睇到噶嘛？其實頭先前邊有啲師傅做嗰陣時候你看，你睇到噶嘛？嗰陣時就要吸收噶啦嘛，唔好行到埋嚟啲概念都冇得㗎，要出嚟。OK 好，你阿 Sandy 要習慣性做舞師下把位咧，做得好先能夠可以好似成龍嗰啲圓標嗰啲先成為一個動作巨星。要做要有，要有呢個反應嘅，有呢個反應先至抽少少向後。冇諗到，即係件事係同自己個能力距離差咁遠嘅，係啦，咁即係。想喊係 keep 住今日同大家傾偈都會想喊，因為我可能有啲驚啊，即係好驚做錯啊，又或者好驚俾人鬧咁樣。一、二、三，拍隻，係 OK 啊！你空中仲有得諗啊喎，開心嘅，嘉樂哥有讚我呢個動作做得好，咁我就覺得，因為可能係我好細個打個柔道，係啊，同埋跆拳道啦，咁我落地嗰下就好自然咯。好嚟，好小心啲啊，左攞右，兼呢個殭屍搭，你唔好似個殭屍咁得㗎。如果我想學嘅話，我會最想學 Eden 咯，因為咧佢有跳開舞噶嘛，你會睇得出佢嘅姿態啊，佢嘅動作，甚至佢翻嘅時候咧，佢係好乾淨利落噶。差好遠啊，老實講，哇嚇我一跳，原來真係白紙一張。呢個不可能任務咧，就唔係考佢哋，係考我。